大家晚安，顺便喝水。Hello， 大家。宝贝在我腿上。嗯，今天看起来好劳累的感觉吧。对，宝贝。今天早上不太平均。对，宝贝。可以看一下东尼宝贝吗？东尼是我宝贝。谢谢生气糖送的一封信。嗯嗯嗯嗯。啊，我宝贝走了，怎么办？真是设七点五分钟。好嘞，安好的。哎，小哥 ，Hello， 生气糖，生气糖 ，Hello，Hello， 小易，小易 ，Hello，Hello， 小猫熊，小猫熊 ，Hello，Hello， 阿米，阿米 ，Hello，Hello， 金罗巴勒，塔奇，塔奇，阿棒哎，小妹，小妹可爱的和服，可以看一下豆泥宝贝吗？我家豆泥宝贝在吃饭了。还在吃饭。Hello， 洛克，洛克 ，Hello， 谢谢生气糖送一封信，谢谢太鸡送的红玫瑰。Hello， 鸡酱，鸡酱 ，Hello， 鸡酱，好久不见。Hello， 勇哥，勇哥 ，Hello， 算了，看小妹宝贝就好。哎呀，小妹宝贝，哎呀，你可以讲出来哦。Hello， 徐阿北，徐阿北 ，Hello。Hello boss， boss， hello， hello 勇哥，勇哥 hello， hello 三米，谢谢勇哥分享直播间，欢迎大家可以分享直播间，还可以追踪我哟。谢谢耳机酱送好多梦幻星座，谢耳机酱 ，hello 米加乐，米加乐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hello 小熊妹的跟班。上次的生日会好好，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第一次参加，是不是觉得很精彩？我们今天可以来回忆一下我们的生日会。生日会 ，Hello， 鸡尾包，鸡尾包，好久不见，先去忙了，拜拜，耳机酱，下次欢迎再来。Hello， 吉米粥，吉米粥 ，Hello，Hello， 米娜的庭伟。谢谢吉米教授的 Pop Kit， 还有志宏，志宏 ，Hello， 看到酷酷熊本，呵呵，哎呦，第一次见面就展露了爱哭的一面，真是害羞大家。大家你看我今天刘海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很 beautiful， 有没有美美的感觉？美美的，今天刘海，因为今天就是早上就是要去。晨跑呢，然后就是刚好比较早起床，就是五点吧，五点起床，然后我突然就洗脸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就绑起来，然后再把刘海呢，就是把它用发箍弄上来，怕刘海会死掉。然后我想说，我今天就时间蛮多的，然后我想说，我就用离子夹，我就夹了我的刘海，然后夹完之后，它一开始夹完的时候就很蓬，然后后来过没多久的时候它就垂下来，所以今天我的刘海非常。这样才有像刘海，虽然长得有点奇怪，还是有点奇怪，我觉得。然后你宝贝要不要过来？
阿贝，我宝贝正在看远，看远方。Hello， 朱里恩，朱里恩 ，Hello，Hello， 继续嘎翔。谢谢朱里恩送的桃花和果汁，每天都美美的，其实也没有每天呢。哎，谢谢 Boss 的夸奖。Hello， 补档截道图送的星座浪宝土象。Hello， 提取瓜翔。Hello， 玉安，玉安 ，Hello。超级搜查官，什么超级搜查官呢、啊？真是无聊，反正是熊妹会晨跑。对啊，就是我们学校会有星期二嘛，好像是每个星期早、星期三会有晨跑，但其实是晨走啦，就是走路这样子，当做运动嘛，早晨嘛，走路。近距离看熊妹哭好美，真的，哎呀，别让我哭的魅力被大家吸引到了。最近是我长得比较好看，有比较好看。你还会晨跑，对呀、啊，我还会晨跑，是不是很厉害，很 amazing， 对不对？熊妹竟然还会晨跑，晨跑啊，各位，是不是很健康？你看早上七点几点？七点半。然后我去晨跑，这样子，其实我们是晨走，呵呵，然后走着，然后就回教室，就不到八点这样子。来看熊妹 ，Hello 大象山，大象山 ，Hello， 谢谢大象山送我直播守护灵，谢谢大象山。嗯嗯，刚大象就刚到家，干还怎么念？刚到家就听到了。就听到什么？听到熊妹会晨跑啊，就是今天我们晨跑这样子。我只觉得我当天好吵，你当天很吵会吗？其实还好，就是我们要热闹的气氛，对不对？热闹的气氛。Donnie， 过来，来 ，Come on baby，Come on baby，Donnie 来，我的135，我的246。我的真厉害，大家当姐来，宝贝，你喂宝宝好不好？好哈，好啦好啦，我觉得哎，卡哇伊嗦，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美丽的脸庞，啊摸摸摸摸，看有没有看到耳朵ear， 宝贝，要不要跟大家打招呼？嗯，宝贝，大家都想看你耶。我这里现在很高，嘿，卡哇伊什么卡哇伊什么，卡哇伊啊！好啦，卡哇伊都是可以。啊，对呀，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啊！不行，ダメです。哇，懂你。啊，最后不开心。怎么了？你要走？不可以走！我要绑架你！我不开心。好了，我们不会弄他了。东尼变大只，东尼要变大只吗？你变大只了啊？最近吃变胖吼。我们家最近东尼吼，都吃好料，所以变胖了。对不对？哎，兄弟，我兄弟不想理我了啊。我兄弟不理我了，来看看啊，我来看看 ，Hello， 切耳朵，切耳朵 ，Hello， 发型超美，发型超美，说现在的，现在发型很美 ，Hello， 阿龟，阿龟 ，Hello， 今天是不是开到十二点？没有啊，我先睡着。今天准备开到十二点，今天大概开个8:05这样子，8:05，差不多。因为我最近就是前几天就是画了比较，就最近前几天就是眼睛开始比较痒，就是每天都一样，就是应该是有那个什么眼影的那个什么粉还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掉进去还是什么的，然后这几天眼睛都超痒的。但是痒的不行不行，是痒的不要不要，所以我就最近就是比较少看一些手机，因为你一直看手机眼睛就很干，然后眼睛很干就觉得眼睛很痒这样子，
这是一个循环作用，大家不会翘掉晨跑，不会，哎，对，今天都没人翘掉晨跑，就是除了迟到的人这样子而已，但是都没有人翘课，我们班都很优秀。其实他就是晨走而已，没有跑，就是那边走个一圈，然后晒晒太阳，吹吹凉风，是不是很悠闲的一个上午，对不对？晨跑几点开始啊？7:30啊，7:30才开始，虽然有点晚，不过我今天5点我就起床了。然后我今天起床之后呢，我就是慢慢弄，慢慢弄。哎，没有，我不是5点起床，我是5:15起床。对，5:15起床。然后我会先赖个床，因为早上都很冷。然后呢，我就是煮蒸我昨天没吃完的水饺，然后当做我的早餐。然后就蒸完之后呢，去刷牙、洗脸什么的。然后等洗好之完呢，啊，弄好之后呢，我的水饺就好了嘛。水饺好了，我就开始开吃我的水饺了。因为就是要先吃，因为我今天到学校的时候已经7:20那边，然后他7:25要集合，我很怕我迟到，迟到很可怕。而且我们就是最近呢，就是我们在练我们的那个班歌小屋嘛，然后就像今天就是有人迟到的话，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就会放学留下来练习，他们就要背头呢。他们要跳 battle， 因为他们有两个人迟到，然后他们就要互相 battle， 要跳 battle， 很可怕。所以我现在都很怕迟到，因为有时候就是太累了，然后就一不小心就是起床之后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就没人叫我，因为闹钟也都切完了。因为我上次就是有一次，就是等我惊醒的时候，已经7:10那边了，但是因为家里。就离学校比较远，然后就整个迟到了啊！迟到，大迟到！快修！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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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我没看到熊妹哭，太可惜！哎，什么 kick？ 熊妹哭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但是也不用太可惜啊，对不对？大家这么爱看熊妹哭吗？哦，运动会看你跑那么慢，哪有啊？运动会我记得我已经跑很快嘞，哪有？因为它地板很滑，我告诉你，那地板很滑，真的没骗你，就是要慢慢跑。就是你真的你跑太快的话，真的会累惨，就啪跑一半就跌下去，因为那个鞋子很滑，地板也很滑，这有滑的，就是。呈现那种路面请小心地滑，路面有水请小心地滑，这样子就要小心翼翼的跑步，好不好？真的是，如果是那种一般的 PU 跑道的话，就跑很快，因为你不用怕那个会跌倒还是什么的。哭哭熊很可爱啊，对不对？很卡哇伊，哭哭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念自己的线念的太感动了，就哦。真的是太感动了，心路历程。来了扮演这个 Cool Man， 好久没有扮演这个 Cool Man。九美的心路历程，念着念着就哭了。Hello， 彗星一笑笑来的 ，Hello， 落日秀秀。九美会不会腿比别人长，还跑比别人慢？哎，有啊，之前我们国小就有田径队啊。但是因为我跑很慢，我没办法跑到14秒，他们是讲100公尺，是100公尺吗？14秒还是13、12、11，我不知道。那田径呢跑超快的，那田径队也是很累。Hello， 提许高翔，提许高翔 ，Hello， 东尼主播打招呼，对啊，东尼主播走了，东尼主播在我开播之前呢。都躺在我腿上，因为最近就是冬天，就是比较冷，然后东尼就很怕冷，然后他就窝在我那里。哦，谢谢福福猫送的彩虹棉花糖，好可爱哦，那个棉花糖看起来好好吃哦。它是草莓棉花糖啊。对，彩虹棉花糖，哦，棉花糖呢？九妹现在都在一直往前滑留言。
你到哪里？哦，继续。Hello， 拿铁不加糖，拿铁不加糖。Hello，Hello， 福福猫，福福猫 ，Hello， 还有柴犬宝宝哦。东尼变大只，东尼最近变胖，所以看你就大只。今天我生日，熊妹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当然没问题，熊妹可以跟你说生日快乐。来为你唱这个生日快乐歌，它叫塔吉，塔吉。祝他吉生日快乐，祝他吉生日快乐，祝他吉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Happy birthday to 他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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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Happy New Year， 还没有 Happy New Year， 祝你天天开心，有梦最美。祝你天天开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万事如意。耶、yeah! ，真优秀。哦吼吼，我吼吼，我吼吼吼吼吼。比较可惜，当天没有小妹嘟嘴，因为小妹当天都没有嘟嘴嘟嘴，小妹都没有嘟嘴。主播一样整哈喽，什么好好哈喽，正式换正式，好好讲话。好好讲话，然后啊，你有变更大只啊？没有，其实熊妹没有变更大只。No， 没有变大只，熊妹还是很小只。只开一个小时啊，嘿，没有错，一个小时，对，8:05，就是安尼。谢谢福福猫什么？谢谢福福猫分享直播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12月，几几啊？12月8号，12月8号，十一又比，哎，今天是11又比，12月8号，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有什么特别节日吗？今天有什么特别节日？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我过到哪一天。我也知道我每天要去上课，但我都不知道我星期几，我只要教星期一，但不知道今天是几号这样子。不要画太厚哦，不要画太厚，就是那个眼影，就是太厚的意思，就是说太浓啊，对，太浓，太浓，就是请你画比较浓的妆，然后那个粉就是掉进去什么的。应该是，然后导致我现在眼睛很痒，然后现在就是天气都是忽冷忽热，虽然现在天气都是凉凉的，但是眼睛就是很不舒服，眼睛过敏啊，对，因为我有很严重的眼睛大过敏，然后你就想揉，然后你就是会越揉越干吧，啊，因为我现在戴这个酷墨镜，大家现在都看不到我眼睛，我把我眼睛遮起来了。谢谢草莓酱送的 kiss 啾啾，谢谢草莓酱。Hello 晴天，谢谢晴天分享直播间。好早，赖到7点，没有赖到7点，七点，今天7:30的时候出门这样子，然后就是赖到半吧，没有6点，5:24那边吧，差不多。然后就是因为我就是做事就是很慢，就是会慢慢来，等全部弄好的时候已经7点，7点那边差不多。谢谢 QK 分享直播间，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间哟，谢谢大家。早餐吃水饺，对啊，就是吃昨天剩下，因为他说要先吃饱嘛，才有力气可以去晨跑。然后就想说，哦，我刚好有剩下的，然后我就去煮水，就是蒸水饺，就是蒸一蒸，放进电锅，然后拿起来就可以吃，这样子是不是很方便 ？Hello， 安萨卡拉卡，企鹅需要业配吗？哦，当然需要，他还是我们的12月生写真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业配一下我们的企鹅生写真，哈西的拼鱼，哈西的冰晶。平均，大家还是要
多多支持熊北的升学证哟，还有握手会，大家期待已久的握手会可以购买我们。你怎么了，等你可以购买我们疫苗疫苗约好第五张单曲，然后背面就会有那个序号，然后序号呢就可以上网登记，然后只登记到明年的1月22日哦，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哟，不要错过哟！你看我还放烟花，咻嘣咻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熊妹握手哟，握手。我的手在这里，握手，来跟熊妹握手吧，耶、yeah ！迟到要罚站嘛？哎，迟到好像没有罚站，迟到就是爱班，我们爱班呢就是到处去，就这样没了，没了，跳 breaking， 哎 ，breaking 超难，你知道那 breaking 在那个。手要这样，然后那个腿要这样转，而且还有那个头可以像那个陀螺这样打滚打滚打滚这样子，打滚打滚打滚。想看熊妹被罚站那么高一个，哎，熊妹被罚站就很高，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们，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就是这次，因为我们每次段考嘛，都会换一次座位，然后上第一次座位就是坐在第一排嘛，然后第二次就是坐在最后一排。你知道我现在第三次呢，我们就是坐第一排，熊妹又坐到第一排了，好难过，因为我只想坐中间，因为通常坐第一排的话，老师就是会看下面，就是会很注意第一排。然后那时候坐后面的时候，坐最后面的时候，因为老师几乎就是都不会管最后面，而且就前面有很多同学挡住你。这样子就是我比较悠闲轻松，没有那么紧绷。但是呢，现在我坐在第一排，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超难过的。这是什么神奇的惩罚？跳舞 battle， 因为现在就是有那个班歌小舞要练习嘛，所以才会用舞蹈。不然平常迟到呢，都是记爱班，就是到处语而已，这样子迟到就迟到啊。对啊，迟到是迟到，没有错吧？但迟到，哎，不行，迟到很麻烦哎。迟到就是因为好像那个就是那种登记，就是会就是早自修，他就写个迟的样子，迟到感觉就会被扣分什么的，应该是哟，我觉得啦。Hello， 带与布丁零距离。嗯，好，迟到要跳舞 battle， 熊妹可以迟到啊 ，battle 抱同学就。battle 抱同学，battle 熊妹也不会 battle， 熊妹舞蹈实力没有那么好，还没办法 battle。谢谢 QK 熊看好你哦，怎么会穿滑滑的鞋跑步呢？我们那时候是穿说哦，我那时候因为他说要白色的吧，对，那时候是说要白色的鞋，然后我告诉我那一下，我也特地去买了一双就是随便买一双布鞋。然后是白色的嘛，然后那时候买的那双时候，它就是24号，那双鞋就足足小了我半号，超紧的。谢谢鸡尾包送的真情告白，真情告白。然后我就是买那双，因为那时候他说没有24号，本来想说24号就是也可以穿进去，然后想说好嘛，没有关系。然后后来买完之后呢，就是后来因为它那其实后面很紧。然后就是你磨到的时候，就是脚就是后面那个脚的后面就会破皮，就会流血。然后后来就不穿那双鞋，因为实在是太紧了，很不舒服呢。握手位有没有想穿什么？握手位吗？大家有没有想看什么衣服还是什么的？我想说可以穿个熊妹的圣诞 T， 好像不错，对不对？熊妹的圣诞 T，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可以来找我握手，大家就可以穿着熊妹的圣诞 T 来找熊妹，这样是不是很棒？想说可以穿着小熊妹的圣诞 T， 猫猫在旁边，对，猫猫在旁边，猫猫在，哎哎，我们有同步哎，懂你，我们很有默契哦。哎呀哎呀，谢谢建国兄的枫叶。100跑14很快，很快吧？
还是13、12，我有点忘记。其实那个年代已久，你知道吗？年代已久，什么都忘光光了。哎、欸，熊妹，熊妹念到哪里？哎、欸，熊妹，你在哪里呀、啊？熊妹的留言老是要跳点啊！熊妹看到了，谢谢令妹 Jason 的星座浪宝。你知道十四秒一天比男生快了，应该有了吧？十四秒其实很快，我记得那时候他就已经排第一名，真的。HQK 是什么头剃啊？知道的态度。知道的态度是什么？以你的年纪，14秒是选手的等级。是哦，欸，所以在那时候国小的时候，很多就是有两个一男一女都可以跑14秒，真的。好像后来就是还有到13、12那边呢，真的。有没有可能是50公尺跟14秒？没有那么夸张啦，50公尺哦，真的是太夸张了。Hello， 季风亮，季风亮 ，Hello， 熊妹最有没有想要冬眠的感觉？冬天熊要冬眠，对啊，熊妹现在很想冬眠，你知道现在很冷，其实我现在都是穿衣服，都是穿一件睡衣嘛，就是一整套，连就是睡衣，然后就是很温暖又长毛的那一种，然后里面还会穿一件发热衣、发热裤这样子，然后我睡觉前会穿袜子。因为我会一直觉得我的棉被完全不暖，然后就是我整个就是全身都包好好的，这样我就可以很舒服的睡觉。就等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会太冷，不会被冷醒，你知道吗？就是我必须要让自己感受到最佳的温暖，这样子。像我今天，像因为后来之前我都没有穿袜子嘛，然后昨天我就穿袜子睡觉，哦，超舒服，真的。有穿袜子果然真的不一样，跟大家分享。嘿、hey, ，我知道你也赞成我说法。Hello L I N， 你追踪主播。Hello Killer Hello Hello 季风亮 Hello， 你还喜欢大家送的生日礼物吗？当然非常的喜欢啊！真的太感谢大家送我的生日礼物，小妹，感觉。非常的感动，而且这次呢，就是还有收到大家的那个花束，行动充能兽的花束，然后刚好那个配色是橘色，然后还有那个类似黄还是黄色，橘黄色的玫瑰花，然后还有一个大卡片，那是超卡哇伊，还有贴小熊，真的是太感谢大家，谢谢大家。送的心意，熊妹感受到了，耶，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啦啦啦，谢谢大家，他几头贴可爱，对不对？是不是小妹很可爱哈？对不对？熊妹现在都是当酷酷模式，卡哇伊。就会变这个，就会变猫猫了。Hello， 小翔 ，Hello。意外拍到的，意外拍一个很可爱的，很可爱的照片。今天是我生日，对，今天是他几的生日，大家可以跟他几说生日快乐哦！谢谢 boss 送的甜心战士哦，我刚才差点以为，哎，走到我头。头有那个美少女战士的那种东西，好酷哦，好可爱！我刚才差点变身成美少女战士，我应该比一个动作，代替月亮惩罚你，是这个手势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了，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吗？我已经忘记了，太久没有看了，他已经年代已久。谢谢宠物讲宠 kiss 啾啾，谢谢 Tish 刚刚传授的直播守护你，守护你的心。这个特效有够帅，对不对？很像那个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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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对不对？帅哥一枚，讨厌看不到熊妹可爱的眼睛。熊妹可爱的眼睛在这里，熊妹刘海开叉，哈，哈哈哈，哼。
呼呼哈嘿，人真无敌。谢 boss 分享了直播间。去年不是买过，但今年也是要买啊，对不对？对，今年还是要，去年也都是要买，每年都要买，买起来，大家买起来 ，Oh yeah, Oh yeah！ 哈 ，Hello， 风若面马是推分享直播间，我只填了两张，没有关系，有填熊妹就能感受到心意的，对不对？欢迎大家，真的。可以来找熊妹讲话聊天都 OK， 都可以。握手会不知道讲什么，熊妹会主动开话题吗？嗯，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大家有没有想问熊妹什么样的话题还是什么的？我们可以先讨论，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你用个方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是看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先预备那种备用话题，对不对？备用话题就是看大家有没有想了解熊妹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先记录下来，这样子是不是很好？这个想法是个 idea。谢谢啊，变成星星有什么 pop gather？ 熊妹坐第一排后面看得到吗？看得到啊，真的看得到。看到，因为后面其实应该还好，就是到最后面的时候才看不到啦，真的。因为熊妹通常都是这样，就是都蛮下面，趴蛮下面的，才到十二月已经三次段考哦，没有是要准备考三次段考，好像是明年的一月才开始考，但是因为每段考一次就会换一次座位这样子，差不多。笑死，后面看不到黑板，后面看不到黑板就要站起来看。站起来看，可是像我之前就是也都是站起来看，因为真的会被挡到。哎，前面还有那个讲桌，每次换考都换一次，是怕你每次都看同一个人答案不公平。当然不会，根本看不到吧？因为他其实就是有隔那个位置，现在你根本看不到。真的就是每次断考，就是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们班就是算是就是坐在那种阳光区，就是阳光就会反光嘛。然后有些人就是不一定喜欢他的座位，这样就是想换掉。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次断考换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想法是蛮不错的。或者就是你不想跟那个人坐，但是你偏偏哦排到了这样子，是不是？你有想过坐在你正后面同学的感受吗？还好啦，正后面同学真的。都还好，他们都觉得非常好，他们都有认真的上课。其实熊妹不会挡到人啊，真的，大家不用太担心。要先去忙了，熊妹拜拜拜拜，小猫熊，小猫熊下次再来玩哦，拜拜小猫熊。这个我可以啊，上去玩 breaking， 所以你会跳 breaking， 这个我不可以，因为熊妹不会跳 breaking， 熊妹没办法 battle， 跟他 battle 的。有跟大家一起 battle 来 battle 去 battle 啦。哦，谢谢洛璃宝什么行李箱，谢谢洛璃宝。睡过头就握不到熊妹，对啊，那天很重要，大家记录一下，要记好时间，设好闹钟，可以设个十几个闹钟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大家应该是不会迟到，对不对？熊妹都不会迟到，大家应该不会迟到，对不对？24.5，意外的不是很大，对啊，因为我没有很大，对我没有很大，可是25就是女生最大鞋子，刷25。好像25上去就很难找到鞋子，真的。所以熊妹其实穿24.5、25才比较大一点，24.5吧。因为我觉得要看楦头，就有时候鞋子就是会要穿25，然后有时候是穿24.5这样子，24.5对不对？可以带冬奶吗？不行啊，对不对？当然不可以带冬奶，冬奶是家猫，它不会。
他不会出门的。泳装啊，嘿嘿嘿，泳装吗？这么刺激的吗？死掉了，这次没买，没有关系，大丈夫的是哟。九秒是世界纪录，世界纪录哦，九秒那么快，九秒超快，他的腿到底是怎么跑的？怎么可以？他是跨大步跑，他其实不是跑步，就是用跳的跨大步的。跳这样子，穿熊本熊的布偶装，穿熊本熊的布偶装，这可以列入，因为上次熊妹原本想就是买熊装来穿的，但是后来都没有找一个比较好看的熊装，熊妹最近都没有跟米娅出去吃饭嘛，就是上次那天其实我要培训，然后我超赶的，就是那天就是还有跟一个之前的 staff 姐姐一起去吃烧肉，然后还有杰星，然后米娜。然后那天就是为了庆祝我的生日餐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下午那天就是我有培训，然后大概吃了大概也不到一个小时而已吧，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要走了，超快是吧？我刚刚我真的吃不到几块了，我真的就要走了，大概已经至少超过十几块了，而且我有先点一碗饭，不然我真的就去那边完全不划算。因为每天去烧肉店，我就是一定要点一碗饭，这是烧肉饭必备的东西。专卖冬眠的话就不用断考，对啊，我超怕我断考会迟到，真的超紧张，怕这样一去直接睡着，就不用去了。脚才不会冰冰的，对啊，穿袜子脚才不会冰冰的，这样才会有温暖。我订了优衣的写真集，你订了优衣的写真集啊，你。好好哦，你有优衣的写真集，你有优衣的写真集，好吧，我还没有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订。虽然我有点他的那个链接，但是我看不到，我怕我会被乱啊惨了。这样子，抱歉，这次生日不知道该送什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大舅母，因为也是第一次嘛，对不对？是熊妹其实还好。熊妹其实什么生日礼物都可以，写个小卡片都可以，都 OK， 熊妹都不挑。我再握手会补给你 ，OK， 谢谢太极，谢谢太极。这个特效不是胖丁吗？对啊，胖丁很可爱吧，胖胖的丁。西恩安娜姐姐入音组了，西恩哈喽，我忘记我生日会有跟你击掌吗？有吧，每个人都会击掌啊，不是吗？对啊，生日会每个人都会击掌，对吧？你好，你好 ，hello hello，hello lucky lucky hello， 还有樱桃猫，樱桃猫 hello， 谢谢樱桃猫分享，直播间，直播间。难道是上课睡觉？没有，怎么可能上课睡觉？熊妹上课都很认真听，真的。话说这次断考，我觉得断考就是一般般，真的就是一般般。大概其实我都预得了测，预测得了这样子，但是我这次国文、英文我都有及格，而且还比几个，就是比几个高一点，对，比几个高一点。反正就是都有及格这样子，因为他这次英文没有出很难，就是他的那个阅读测验吧，没有很难看懂。他是在讲那个电力的东西，讲电力如何产生电力，就是绿能源这个故事。听说圣诞节你们要工作练习还行吗？对，我们圣诞节12月25号我们要去那个。会有桃园剧场练习还行吗？最近都还 OK 啦，对 ，OK， 都蛮 OK 的。最近都是这样平平淡淡、顺顺利利的过完每一天这样子。哎，我最近都有12点以前睡觉，所以最近精神还算可以啊，对不对？精神还可以，才一小时，好赶，对啊，真的很赶。而且我吃完之后，因为我很怕我迟到，你知道我边吃完之后就马上用跑的，
因为那个烧肉店离捷运站就是有点距离，至少走了五六分钟才会到。然后我超怕，我本来不急的啊，所以真的是超赶。而且我真的有吃一碗饭，烧肉店吃饭，对啊，烧肉店去吃烧肉啊，烧肉店吃饭。烧肉店，你想吃烧肉啊？嗯，我们家东尼说他还想吃烧肉哎，小妹辛苦啦，一起加油！不会不会，大家不会，大家辛苦，大家上班也辛苦了，怎么留言延迟这么多？因为熊妹都慢慢练，大家对不起，没有，因为我通常都忘记我念到哪里，然后就看了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每个都念了，每个回答这样子，所以就会比较慢一点。樱桃吗？我会慢慢的念，樱桃吗？可以继续慢慢的看着我，熊妹已经快念完了，已经念很快了，很快很快，大家不要紧张。请问不是日文科吗？网站还会怕乱点吗？会啊，我们还是要以防万一嘛，对不对？要小心一点，因为熊妹的日文没有很好，一般般啊，对不对？你不会买的话，到最后杂志封也会买得到吧？应该就是要看杂志封有没有竞拍。我告诉我上次有经过杂志封，就是跟我同学一起去。然后那天我们就去了安插美特，对，我那天去了安插美特，完之后呢，他就去，因为他最近迷上了游戏王，然后他就是刚好就是看到那个游戏王的精装版，就是把那个正前方那个精装版一盒有11套书的，有11本游戏王的书，然后他那天就很犹豫说到底要不要买回去。还在线上发挥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买，因为他其实蛮贵，好像39993000块这样子，而且那个超重，而且那个盒子很漂亮，它是用磁铁装的那种盒子，游戏王。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那个，因为他就是怕他带回去的时候会被他妈妈骂，然后我们就是他想说要把它装进书包里面，后来我们就走到杂志封。杂志封，然后外面装，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他就是有在逛那个杂志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就是进去杂志封，虽然我没有进去，是我另外一个同学进去看看。握手会可以用日文聊天吗？还没有，还不行啊，还没办法用日文聊天。可惜当天没办法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大家有事，大家反正机会还很多，但是好远。今天是圣诞节，大家就是Jingle Bell，Hello， 哎，不是 Hello， 也是 Christmas， 下次，反正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都有公演嘛，对不对？如果没办法来的话，大家就可以买我们的公演，这样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们美美的脸庞哟。我以为是电力是从熊妹的眼睛产生的，哎呀哎呀，我发现生气堂会撩妹，他是不是有看什么撩妹语录吧？对不对？生气堂跟谁去吃烧肉 ？Mina、决心，然后还有一个之前的 staff 姐姐。我们四个人一起一宿你去吃烧肉店的。我烧肉店，我记得多半的烧肉店其实最好吃的都是冰淇淋，对，冰淇淋真的是蛮好吃，但是我来不及吃，我吃那个肉都不够，没有时间吃那个冰淇淋这样子，没有吃冰淇淋啊。东尼表示吃烧肉不揪，东尼不可以吃烧肉啦。我告诉你，东尼其实饲料也很高级，是那鱼罐头，好味小姐的鱼罐头，好味小姐。好像很多猫咪都会吃好味小姐，因为上次看那个妹妹，她也买了好味小姐，味小姐的罐头，
好想在路边看到熊妹跟米娜约会，身高差很，但应该很难吧？我现在都没时间跟米娜约会，而且米娜最近就是都很忙，米娜现在行程满档。东尼饿了，我们家东尼宝贝刚吃饱了啦。Uber E 叫起来，告诉你，其实我晚餐刚已经叫 Uber E 送来，我今天吃炒饭，吃炒饭。Hello Kira，Hello。我日文目前只会默写五十音，我告诉你哦，五十音已经会了，我五十音会了，我已经晋级了。今天我跟我同学说，我最近就是他问我说我现在日文程度在哪里，我说我已经会五十音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恭喜你从新手村出来了，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开始打怪，对，我就说我开始打小怪，我们要把那个日文一个一个打败，打小怪。我从新手村出来了，各位，我现在已经会五十音了，好不好？熊妹的同学好优秀，介绍一下。你说那个玩游戏王，哎，我刚才我刚刚我同学一直觉得游戏王那个男主角超帅，他超爱，他爱爆了，因为他以前没有那么哈懂嘛，他是后来进入那个日科的时候，他就是整个着迷。受到环境的影响就整个着迷，然后他非常爱游戏王，直接去买那精装版，反正就是买就是摆在那个安插每天要最前面那个位置，然后就会看他一盒一盒，然后就说2999，你在看那个2999就是那个他买的东西。哪里杂志风以前买日文慕课都是靠他们。杂志风，其实我没有逛过杂志。青眼白龙是青眼白龙吗？我其实我没有看游戏，所以我不知道。新学校同学会跟一只熊公司门第，哎哪有？因为我们都是转学生呐、啊，真的是哈。你真的每年生日都在吃烧肉、欸，对不对？因为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吃什么，就是火锅烧肉没，真的是火锅烧肉没。三傻，对，三傻一起。三傻，谁会撩妹？幸好我都不撩妹，只会撩天使，例如熊妹天使。哎，熊妹天使，熊妹是 angel。撩妹语录，大家都有在看撩妹语录。我告诉我之前也有想看一下撩妹语录，看如何撩妹，但是那些感觉都好油，油腻油腻，油腻油腻。前工作人员。姐姐姓黄，对吼，不是黄，呵呵，不是他 ，no， 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熊妹跟米娜约会 ，Hello 网的约会，什么 Hello 网的约会，熊妹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进入 Hello 网，好不好？真的是哦，那一起背单词，好啊好啊，我们一起背单词，熊妹今天背了那个西喽。西都叫橙，然后骷髅黑，然后什么 啊什么阿欧阿卡是吗？什么还有那个对，还有别的什么 ，Kumitatemasu 组装，这是我今天考的，呵呵。恭喜恭喜耶！谢谢大家的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熊游戏王哪一个男主角？好多个哎、欸，真的好多个哦！其实我没有，就是那个游戏王那个最穿蓝色衣服的，我有看过他，就是穿蓝色衣服，然后头就是刺刺的，刺刺的哦，这样游戏王，然后穿蓝色衣服，然后戴手套，然后刺刺头。应该就是那个大家最常见的那个，应该就是他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看什么？我只会呀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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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会呀拜。我会欧一西，我还会五买呀拜呀拜。游戏王很多代的、欸，是啊、喔。武藤有啊！我被咬了，你干嘛咬我？我被陈东尼咬了，然后，
你到你，你这小坏蛋，撩的不好就油腻腻，对，撩的不好很油油油油爆了，超油的了。熊妹跟米娜都是 TPU 大笨蛋，柴米油盐乱讲话，乱讲话，乱讲话。我来瞧瞧啊，我以为油不油腻是看谁讲，是吗？是要看，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班其实很多就是女生，就是有几个就超油，真的很会撩啊！我要告诉他们都是撩老师哦，然后老师被他们撩的不要不要的，因为是国文老师，就是我们班有个写一首很撩的那个诗，新诗，然后他念给国文老师，哦，国文老师整个超开心的，爱爆这个学生。废话，不都吹熊妹？确定吗？熊妹可以拿课本念一段吗？好吧，我今天刚好带课本。我今天有带课本。大家的霓虹歌，我来念一段。哈哈，清个喉咙啊哈，啊哈，我来念一下。应该不用，念一个就是。什么？サキン、カラダの調子が良くないんです。ドキ、トキドキ、頭や胃が痛くなるねんですよ。それはいけませんね。仕事が。忙しいんですか？雑魚が多いんです。我念日本，还念那种日本人的腔调，对。前面还念那种日本 Q 嘛？前面没有日本 Q， 现在念起来很奇怪，真的。原来东尼姓陈哦，土南泉呀呀。叫陈东尼，陈东尼，陈东尼，还有陈东尼，陈东尼。西大学生都会撩老师，哇，时代不同，嘿呀嘿呀，没母弟了，就是时代不同啊。撩老师女生吗？对啊，女生 ，yes， 女生，女生。游戏王目前有超量同步 Link 中版融合，目前还是 Link 的主场。哎呦，分这么多，我真的跟游戏王不熟。我明天可以去问一下，哎，请问你那个男主角还叫什么名字？那是教过的吗？就是哎，其实这个好问题，因为我们不会去念这个绘画，就是这种绘画，我们不会去念，我们就只会听他那个播放 CD， 然后抽签这样。然后就是一人念一段这样子，然后我通常都是当那个翻译的这样子，我不会念，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很这个就是这上课时间都很赶，这样子都很赶，我们都是用长头丝撩我们国文老师哦，长头丝哦，很高级的感觉，然后那国文正义礼拜还要用长头丝。我现在在喝养乐多，好喝，再配一个水水好了。你知道 AKB 要招17期生了吗？小丽组阁去的 Team B， 他们要招17期哦。小妹今天现在 right now 才知道，所以 UE 小丽有意前辈要从 Team A 然后调去 Team B， 他们又好兼职 Team A， 我、哦、要去 Team B 的那会有没有什么公演还是什么的？会吗？他的组阁会有什么公演吗？对不对？Hello QK QK Hello， 所以今天变成新鲜萌说大日子是什么？是这个吗？是这个是大日子吗？我决定握手会其中两三跟你说日文，你确定？我们会不会一啊五啊？
大阻隔，大阻隔哦，那不就是全部人都是换，就是不是换掉，就是都是有可能有些是听 A， 然后转去听 B、听 Four 什么听 K， 哇，重新洗牌，重新洗哦，人家是大事呢。今天是 AKB 剧场16周年，16周年，快乐，生日快乐 ，AKB 快乐，剧场快乐，16周年，他们已经那么悠久，明年2月演唱会，哦，明年2月演唱会，然后重新洗白，大阻隔，今天 AKB 16周年，今天是12月8号。欸，我手机宕机啊！12月8号，12月8号哦，今天是他们16周年。那我当天要呜吼呜吼呜吼，你是要跳给熊妹看吗？那熊妹我给你一个赞，超赞，棒棒，应该是跟熊开玩笑。他放弃了 T 恤哥，他想放弃了。神推 TSH 朱琳 ，Hello， 感觉你们再不早点快组歌，嗯，没有错，对，说得好，还活在4个月前，哎，对，4个月前，八嘎 ，no 八嘎，我在讲错了好不好 ？QK， 我问你啊，你那个头贴有什么意义吗？就是那个，你这个头贴怎么突然换这个？知道的太多了，这个有什么寓意吗？这个 Purple Kid 啊，Purple Kid 就梗图啊，它是什么梗图啊？它有什么意义啊？寓意什么意义都可以啊，知道了太多。对，小小年纪就知道太多，这样不行，ダメです。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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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89熊的头贴，你还有89熊的头贴哦，89熊啊，你连梗图都看不懂，就真的看不懂啊，什么叫知太多了？知道太多了，就知然后果知道太多什么意思？就看文吼，领明在明，听，所以这次就是大事。哦，张法法开播嘞！哇，张法法开播了，谁谐音梗啊？谐音梗？知道了太多的谐音梗啊，知道了太多的谐音啊，知道的太多了谐音啊，哦哦啊，为什么要放这个？知道太多，知道了太多，哦，好聪明哦，这谁发明的啊？我啊，请问你放这个，知道太多，是要干嘛？小美，你这头脑让人担心，我也让我很担心。为什么？为什么要放这个？这个有什么意义吗？知道太多，还是你知道太多？你想表达什么？你也不知道。我今天现在才知道，小美 get， 嘿 ，get 到了，哦吼！连播啦，连播，哎，我忘记连播怎么播，还会不会觉得小美？我忘记连播怎么用，上次有用过。蒙面 PK 对不对？连播 PK， 但我没有想跟他 PK。蒙面 PK 是啊，蒙面好友 PK， 好友连麦，有好友连麦耶，我还去找张爸爸玩连播，他一直觉得我无聊，希望他会理我。好吧，对方拒绝了我的邀请。连了啦，没有连。
欸，熊妹手机当机了，拒绝，对，他拒绝熊妹的邀请，没关系，好像是点 PK 被拒绝，难过，对，我已经点完了，被拒绝了，没关系，QQ， 今天上线吗？上线了 ，Hello 勇哥，我们再去找张爸爸，问他说，你拒绝了熊妹。演一场内心戏。好了，我们他的网络不给，不可以点播。哦，他说他的网络不给，不可以，可以点组长看看。熊妹不敢点组长，熊妹爱念榜。他说他网络不行。哦，そうですね。好，没关系，再救。好，那我们要来念今天的榜榜喽，榜榜喽，榜榜喽。然后熊妹要剪影片。熊妹等一下，我告诉你，现在熊妹的事情有很多。熊妹等一下剪影片，对，剪影片，剪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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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剪影片。熊妹现在念榜，等一下再跟分享我的 schedule。今天的第十名是炒米酱，谢谢炒米酱，噔噔噔噔噔噔，是炒米酱。第九名是我们的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然后第八名是耳机酱，谢谢耳机酱，耳机酱，谢谢耳机酱。第七名是鸡尾包，谢谢鸡尾包，包包包包包包包。然后第六名是生气糖，谢谢生气糖。啊，第五名是 T 恤高翔，谢谢 T 恤高翔。嗯哼，第四名是大象川，谢谢大象川，拍手拍手，掌声鼓励鼓励。然后第三名是福福包，谢谢福福包。第二名是洛梨，谢谢洛梨。然后第一名是。boss， 谢谢 boss。谢谢 boss， 谢谢大家，谢谢 everybody。要剪直播精华，没有啦。熊妹，熊妹没有要剪直播精华，直播精华就靠大家剪，因为我们就是。要剪那个，因为我们就是有那个线上之后就是有那个线上那个日本姐妹一下要跟我们连线直播，我们要介绍影片，然后我们就是一组一组，然后分配工作，然后我是字幕组，然后现在前面的人都做完了，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没有做那个字幕，就剩最后的工程就是交给熊妹，所以熊妹等一下一直听她那个在念什么东西，然后打字上去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上次我们去参访的学习单，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项东西什么？哦，还要做那个就是一个日本文化作业。我告诉你，我突然想到，就上次啊那个作业就是写差级日本文化作业差级。哎，我告诉你，我们那天打开那个作业簿，哦，哎那个分数要比上次还要高哎，我超级意外的，98分哎。我发现我的笔记都是他要的，哦天哪，不愧是我，因为我后面就是不想用手写，就直接用打字贴上去这样子，很方便。但是我很意外，还有98分，因为我写到他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查差级，差级他到底要我写什么东西，而且网络上的差级的东西不多，然后就在那边自编这样子，他一定觉得我想法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所以我就有98分了。虾米差级是差级，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讨论那个差级啊，日本文化的差级。然后第一次是写那个上次是写什么？源氏物语。然后第二次段考是差级，日本文化的差级不完美。顺便我送了两只熊陪着你，谢谢。我现在很需要用陪着，
so sad。要用八九熊当头贴，还是用生日会类似嘟嘴，类似嘟嘴？看你哦，哎、欸，我觉得八九熊很帅哦，酷爆哦哦哦 ，Ben， 哦，我、哦、这个好帅，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先用这个好了，我喜欢这张八九熊，是不是超帅？有没有帅爆的感觉？还没有眼睛，眼睛遮起来。谢谢 boss 送的掌声鼓鼓励，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啊？下次直播是八，九妹，放弃。没关系，我知道了，我到时候会发一份限时，请大家来看。明年吗？有那么久吗？我看一下、哦，让我算一下、哦、啊哈啊哈！你、欸、怎么办？我完全没有印象，我上次填什么？你，那个，到时候我在那个。限时发，限时发，还没，熊妹还没有决定好，还没有哪一天，还没有决定，还没有决定。你等是让我到明年，等到明年吗？不是，还没有决定，大家不要急。我看一下啊、哦，那个良辰吉时，我看一下，到底是哪一天？二十，不行，后面要太忙，后面要太忙了，后面太忙，要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还没有安排到哪里，但不要急，不要急。OK， 差级，对，差级，进退法诀。所以差级什么？差级呢，就是不完美，破破烂烂的意思。大家可以去 Google 大神，他会回答你差级。哎，这是什么进退法诀？这个好可爱，那个兔子哦，卡哇伊，还有爱心，还会流口水哦，好可爱哦。进退法诀的头梯，可爱可爱，可爱可爱。九八基本上是最高分，我也觉得应该是，因为我问我另外的同学，他也是九八，应该不会有人到一百了啦，真的那个不好写，真的。今天才八号，要到明年。不会，没有那么久啦，不会到明年，大概二十几那边吧。十二月十几那边吧，哎、对，不会到明年，大家不用紧张，但就不一定不会到明年，熊妹保证，就是一定是今年，今年今年，大家没事，今年呐、啊，熊妹到时候要发一篇限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熊妹的 IG， 关注熊妹的 IG 以及限时，大家可以追踪熊妹主播，还是追踪熊妹的 IG， 对，差级是一种你接受短暂。和不完美为核心的日式女性，哎、欸，压死压死压死，就是这个。谢谢你，谢谢他级的 Google， 谢谢你，谢谢你。没关系，桃园那天也看得到熊妹，对不对？如果有去桃园的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熊妹呀、啊，对不对？对不对，大家？如果没办法来的话，就是看看这礼拜的公演，公演，公演。那这礼拜会。会参加我们 Bellflower 的公演吗？大家有抢到票吗？大家可以带熊妹的应援扇，还有应援推机，然后要举高高，熊妹会看得到哟。然后欢迎大家可以购买熊妹的十二月生写真《奔跑吧企鹅》。差级的美有时被描述为不完美、无常的、不完整的，对。重点差别就是不完美、无常的、不完整的，就是整个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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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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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复制不够快，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你有讲到重点，就是不完美、无常的、不完整的，就是差别。剩下如果大家还想知道的呢，可以 Google 是你最好的帮手。没办法去公营，没有关系，下次还有机会的，一定有机会的，大家不用气馁。我一样在侧边呢 ，OK， 你是右侧边还是左侧边？
我等明年 OK， 大家没有关系，我们机会还很多。剩下麻烦大家自行 Google， 对，麻烦大家了，谢谢，阿里嘎多。谢谢大家，熊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哟，撒悠娜娜，学到东西了，对，熊妹会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看看现在的青少年都学些什么东西。熊妹会把自己的知识传达给大家，以后就是熊老师，熊老师。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大家拜拜，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咯，下次直播时间呢就来关注熊妹的 IG， 打 YUWEIAKB48TP 就可以观看我的现实咯，谢谢大家，大家拜拜，拜拜，再见，这么厉害，对呀、啊，优秀优秀，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大家辛苦了，可以赶快去吃饭咯，耶，吃饭吃饭快乐，大家拜拜，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来看熊妹的直播，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